头条讯息带您来关心台北车站 M 四出口外发生了一起行人早撞的事故。在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，有一辆客运转弯时撞上了过马路的70岁男子，造成他一度受困，就卡在车底下。还好男子脱困之后意识清醒，但是手脚有多处骨折，送医救治。客运行进路口打了方向灯，准备右转，就在这时，一名男子突然从左侧窜出，加快脚步过马路，但司机疑似没有注意，撞上男子，还开了一段距离才停下，而男子被卷进车底，一度受困。事故现场车流量大，警消人员到场，一边救人一边指挥交通，分工合作，总算救出伤者，是一名70岁的陈姓男子，意识清楚，但手脚骨折被紧急送医。地点在台北车站 N 四出口前，23号晚间10点多左右，林姓司机开客运转弯时，不慎撞上过马路的行人，幸好男子没有生命危险。驾驶车辆请遵守交通规则，行经行人穿越道应停让行人优先通行，以为交通安全。据了解，当时路口为闪黄灯号志，司机没有依规定礼让行人，恐怕要负起比较大的责任。而事后他也被警方带回厘清肇事原因。记者陈威淳台北报道。